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黎花，依家位于马继嘅大拉坳山顶上。大家见到我依家咁狼狈吗？我是被抖音呃来的，大家想去马继大西坳睇翻噶，马识路嘅望过来吧。我哋是经过古丁之后再到马继，建议大家开小车去好啲。如果开摩托车，我觉得真系有啲远嘅。依家经过个村庄，应该都是属于马继嘅。佢哋里面啲雾好大，我哋依家系早上去噶。哇，马柜里边仲种咗有杨梅喎，见啊嘛，佢哋屋顶都系湿噶。依家马落雨，呢啲系雾水嚟噶。听人家讲佢里边一直都好大雾噶。你哋开车来可以停喺呢个店仔门口呢度，佢个地堂好大。如果要买饮料啊、水啊，就要得呢度带上去啦。上面冇有铺仔咧，我哋都后悔车马停喺下面咧。开在这里现在没地方停，这路很细的，不过你技术好的话还可以继续开上去的。还要走一个钟吗？还要走一个钟吗？没有，人家去吃啦，中午又是开烟的。他里面的人说话买个桶是吧？过街的。里面的人是过街的，虽然是但很多我没听得明白。这个阿公又顶好冧，我哋将车停喺佢门口，喺佢屋企稍作休息之后，准备徒步上山。大家如果要方便嘅，就借用佢哋嘅厕所。我哋准备出发嘅，听佢哋讲应该要行40几分钟，慢慢系好多人来嘅。如果开摩托车来嘅，可以继续开上去，开进呢条水泥路。哇，嗱台摩托车好威水喎，我真系怀疑衣食住行都喺里面啊！呢度有两条路，我哋走上面呢条路。呢啲路又斜又细，如果技术好，其实亦可以开车来噶。最怕就上面有车落来，马好避让。我哋一共系两台车，10个人，有啲系开摩托车来噶，一人停喺下面，就同我哋一齐有队行上来。一路上见到最多嘅就系呢啲竹咧，可能系其中之一嘅经济来源嚟噶。大家都行得起喘喘，有啲咧仲攞住早餐上来。行错路咧，大家望清楚喎，呢度又有分叉路咧。我哋行下面呢条路，其实呢度有只牌噶，不过呢只牌咧太细只啦吓。道坚花海方向，如果你咧仲开车上来，就只可以停喺人哋呢度屋门口咧。从依家开始啊，真正开始行山路咧，从呢度上去仲要半个钟。都未收到有路，是行到人哋菜地个田基嗰度个，行得多嗰啲田地都行得靓碌去咧。头先行田地未算系辛苦吓，真正嘅辛苦喺后面。大家见到呢啲路嘛？我原本喺最前面噶，依家行下行下，我喺最后面咧。依家系落紧毛毛雨，嗰啲路系有啲湿，唔知道有冇有山企呢？就边家就攞嚟。好远啊，嗰个系嘛？哇，你都好早啦，系，十分钟到啦。你啲装备好齐全啊！好似咩名山嗰时，系望红喎，马系望红，马好似你喎，系，慢慢行啊，慢慢行，嗨，大家好，我系黎花，估唔到就几日碰到粉丝。不水同你嗨啊！我几上气不接下气啊！终于被我追上来咧，嗰班伙计又要休息啦。啊！又要休息啦咩？到咧，到咧，前面就系咧，哇，满山啊花，系咪系来得迟啊？花都落齐嚟个。可能是今日天气的原因。佢啲咩字啊？稻上阿乌啊，稻坚花海。屌，你默读到酸啊，冇食字啊！原本想吟诗一首噶，奈何心中默默啦，系嘛？只可以攞一句我操风好大。花系好多，景系好靓。奈何今日呢出门冇睇日历。佢就系咁奇怪，下面村庄都抹啲嘢落水，就系上到一岭上面落水，咁奇怪噶。越靠近山顶，呢啲路越细嚟噶。
更好过一啲人。哇，真系冇容易，终于上到山坡咧，大家头发衣服都湿齐咧，原地休息，补充能量，继续往上爬。建议大家女啊，一定要带啲水，带便嘢嚟食，仲要带帽或者攞便雨伞。如果有条件嘅话，可以攞个一次性嗰啲雨衣啊，即系预防佢天气突变，温差好大。呢个靓姨咁大个人，都出完身体冇舒服，好心人又俾啲粥饮佢食，俾啲面包佢食。哇，见啦嘛，暗煲镬头，乜嘢都好齐全嘅，人又喺呢度煲饭喎。吓，佢啲嘢就几噶？嗱啲啦，梗佢挑咧，嗱不有啦，做咗乜嘢都有嘅啦。诶，仲啱你啦。依家雨越落越大，能见度好低，好大风，吹到额堂好痛。如果穿住连帽衫就可以，戴其他啲帽啊，冇戴得紧噶。有啲人已经落来咧，讲已经上到顶咧，但系咧乜嘢都冇见到，真系好冷。我咁大只人，我都觉得顶麻神。不过咧，我硬想上去望一望。呢啲老乡都未上到顶又落来咧，讲神雾太大，睇唔见。风夹雨越来越大，我先记起我包里原来有一次性嘅雨衣。既然大家都冇上去，咁就回去咯。真系运气太好咧，人日都天开。啊，今日就落雨，亦有好多人依家先来噶。马睇到翻老婆，马上去真系，我都去到牙膏度嗰度，都顶住咗吓。听人讲几次入翻，我知入翻啊，落翻嚟。到处都有。太大雾咧，咩嘢睇唔见。即系搵出行就运动下啦。得唔得来噶？系啊。耶，你装备好齐全啊！啊，唔系啦嘛，我系知啊，林哥，你好多带到军嚟噶，带到遮带到帽嘢，你装备好齐全啊，你呢得试过嚟噶？茂名咗，茂名好远噶，系要行一日行到几嚟咧？茂名咁远啦，都几。上山难，下山容易，又回到头啲阿公屋企咧，头发衣服全部湿齐，80几岁嘅阿婆顶好冧，含煲饭俾我哋大家食，马晒嚟拜拜吓。七到麻桂灰咧，我哋自己去搵饭食。夜麻桂嘅消费有啲贵，一碗粉15蚊，我个茄子饭又系15蚊。食完饭又去逛一下麻桂灰，但系咧对地方冇熟悉，所以咁冇知边度好玩个。想去市场又冇知道市场喺边度，因为我系第一次来麻桂，所以咁咧望见乜嘢都好好奇。跟住呢帮富人走得嚟个，佢哋来过嚟个。诶，呢啲帽好有意思喎，大家讲边啲好睇啊？又去逛衣服咧，唉，嗰班富人就顶你个肺，成条街都肯踩咧，结果乜嘢都冇买到。唉，马理你哋啦，我卖嗰啲食楼去，啲食楼又好金子喎，4蚊一斤，好有重喎，买几多个就要15蚊鸡咧。我讲咧，今日好攰啊，拜拜喎。